今日是4月14号是这个的是放假前夕。今天就是一众的板块都见有上升的。不过升幅呢是十分之少，成交亦都相当之是疏落。可以讲呢就是有升幅，这样成交似乎是未跟得上。今天呢主要讲讲个大局的是趋势，因此会应用到是日线、周线和月线。